开启肌肤冻龄之旅。Eterna Beauty Plus 先进技术，合五为一，由内而外焕颜登场。Eterna Beauty Plus 将温热疗法与高纯度者矿物石有效结合，扩大远红外线范围，带来更多益处。25岁以后，肌肤生产的胶原蛋白每年削减1%，温热疗法提高肌肤温度，激活胶原蛋白生长，让肌肤更加紧致。通常的面部清洁程序只能清洁皮肤表层，远红外线疗法能深层渗透皮下组织，导出残留在肌肤内的杂质，且具有抗菌作用，让肌肤更净白亮丽。我们的肌肤经常受到自由基的袭击，负离子疗法可以有效增加皮肤组织的供氧量，从而延缓皮肤衰老，不再让护肤品停留在肌肤表面上。使用超声疗法，将您最爱的 Alisa 护肤品导入肌肤，深层吸收，焕发肌肤年轻光彩。现代生活让我们的肌肤长期暴露于有害的正离子中，锗元素疗法有助于平衡肌肤中的正负离子，为肌肤细胞提供能量，由内到外重焕肌肤光彩。轻巧、智能、时尚，全新的人体工学设计，随时随地为您解决多重肌肤问题。